Green Tara 就是觀世音菩薩的 Right Ideas、嗯、Left Ideas 就是 White Tara、哦、White Tara 就是賣長壽、哦、Green Tara Green Tara 就包很多東西。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斌彦。做咩我今日会讲广东话呢？是因为等下我要访问的嘉宾是讲郑斌要访问的嘉宾是讲广东话的，我怕我名的广东话会吓亲那个嘉宾，所以我请了一个 helper 陈学生。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学生。陈学生，系点解你广东话讲？講得咁好嘅，因為我由細到大喺屋企都係講廣東話長大。咁揾你就啱噶啦。咁我哋大話小講，即刻出去灣湖搭馬粉龍呢個神總店。提到神像店呢，大多数的人都会联想到它应该会出现在一些华人老街上，但是这间神像店却出现在全马最大的购物广场湾五叉湾里面。然后听说这里除了卖神像之外，还可以来占卜还有拜神。那么等下就让我们一起来访问负责人 Julie Kim 吧。好嘅，而家喺我隔篱嘅呢个就系呢间铺头嘅 owner Julie， 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想请问你呢间铺头系几时开嘅呢？差唔多有20年噶啦。20年啊，系啊。點解你會想開一間鋪頭咧？我好中意啲神像嘅嘢啊，啲中國嘢啊，靚靚啊。不過我唔係中國啫，我有我嘅丁仔 from 台灣啊、Tibet 啊、Bhutan 啊 ，hobby 啦 ，I love this job 啊，係咁啫。So 你呢度除咗有賣神像，仲有賣咩嘢咧？風水嘢啦，結婚嘅嘢啦，有啲禮品送俾人，有啲人咧結婚係擺喺房嘅 ，and then also 係有嗰啲斟茶嘅 tea set 啊。乜嘢產品係 best seller 咧？神像啊，紅包袋啊，我紅包袋咧 is a white selection 咯 ，because 我 purposely 攞入嚟呢啲紅包袋啊，係特別特別嘅 design。神像咧係點樣咧？我係喺睇到咩靚，我攞入嚟一隻兩隻嘅，好多都係一隻一隻 ，and then 我係揾嗰啲好似 main artist 做嘅。大多數係come from 咩國家？China 你又冇諗到係平喎，唔係喎，係喺 China 啲人 main artist 做嘅咧，唔平，好靚。China 啊，台灣啊，台灣咧佢嘅手工都係好弱勢，係咁咯。我最近都有去個 Tibet 啊，嗰啲 Bhutan 啊，係揀多少嗰啲西藏嘅神入嚟咁咯。你呢度仲有其他嘅服務係咪？睇下諗下呢棟雞好嘛？好似你哋潮汕人做 sales 啊，做咩啊？最緊要係見到好貴人，所以我就睇你嘅 date of birth， 我就計出嚟你嘅貴人，你 missing 咩？即是貴人，我拜嘅觀音菩薩啊，佢哋同我有多少溝通，我就叫講出嚟俾你哋聽。咁通常佢哋嚟問係問咩啊？好多係愛情啦，仲有係嗰啲夫妻嘅嘢咯。十個嚟睇，十一個係marriage problem。不過我呢度出名係 Green Tara， 人哋嚟拜呢個呢都冇 Green Tara。Green Tara 就係觀世音菩薩嘅 Right Ideas 眼淚、Left Ideas 就係 White Tara、哦。White Tara 就係拜長壽。Green Tara 你包好多嘢 ，clear obstacle 啦。有困難啊，揾佢唔得啊！即係平時冇人咧，最好咧係你拜神咧，冇問題都你拜神。有啲人咧喺度講，我冇咩求啊，咩係最好。我講你冇咩求咧，最緊要係咩咧？你求你身體健康，你開心日日得噶啦。我可以講下你點樣接觸到呢個 Green Tara， 因為我覺得好多華人未必知道。It just happened 一個客仔個俾你同我講，你講你揀啲神像好靚喎，你不如揀一個 Green Tara 俾我啦。所以我就揾到一個俾佢，揾到一個俾佢，佢又唔等得喎 ，maybe 佢嘅 time 到咗，佢又翻嚟我水呢。咁我咪擺住 Green Tara 先要播聲咯，冇法子咯。呢個 Green Tara 咧，我睇下，好似佢成日好似對我笑，對我笑咁咯。我就講咯，笑，係講真係有和尚離開光你，我咪拜你咯。我咁樣講啫，真係啊！入邊三名入邊有一個 Andy， 佢行嚟問我，佢講阿 Julie 有一個和尚嚟 from Tibet 哦，你愛慕佢嚟 bless 你嘅 shop， 佢係好高僧嘅，佢咁講，所以咪講 OK 啦，請佢嚟啦咁咯。
所以我咪擺住嗰啲 green card 啦，嘢我擺住嗰啲北宮啊，我就問佢啦，我講 Master， you please see for me whether I arrange this correct or not 啦。喺度笑笑下，喺度笑，喺度講我 correct， don't worry， your past life you have been praying to her， so I pray until today 咯。咁你做呢份工最開心嘅？我入嚟鋪頭我就開心噶啦，所以我成日同我客仔 friends 啊，有啲人嚟睇牌都講啊，講工嘅問題咩啊，我頭一句説話問佢哋 ：Are you happy with your job？ 嗯，最重要。唔好為了錢啫，你去做嗰份，我你唔 happy 冇用噶。啊，好似我哋嚟做，我哋嚟做工，我哋只開心，真係開心嘅，冇嘢嘅，真係做生意做咩都好，我哋做咩我 always believe that try or do our best。咁啊，OK， 我哋想示範。第二個警察你可以帶好啊，嚟啊，好啊，嚟啊！你愛嚟呢度擺，你第一寫個名先 ，write your name on your day of birth， 你寫。係家姐，寫你名同 date of birth。燒個蠟燭呢度。係啦，除鞋。除鞋。除鞋嘅，你自己響心講，你叫咩名？今日你哋求乜嘢？求一樣嘢求啦，嗬，係咪？咁我要叫佢一聲喎。係啊，馬德塔啦。Mother Tara， 你哋心就講話，你講你叫咩名？今日你哋求。Hello, I'm Grace. My daughter is a special child.佢咧係頭腦慢啲嘅人，佢冇彩人嘅，佢又冇咩同人講話嘅。所以 after 我開咗呢間鋪頭，我叫佢拜 Mother Tara、Green Tara， 叫佢拜觀音菩薩。咁我講真咯，佢 change a lot。而家 he can serve customer， 係咯，佢幫手我嚟鋪頭，佢又幫手我執鋪頭好啦咩啊，同我做好多嘢咁。佢係 my greatest inspiration in this shop 啦，只是講。佢好驚我新鋪頭喎，成日我講 clearance sale、special sale， 佢就驚噶啦。媽咪你冇做咗啊？我中意我呢個鋪頭，我去做工喎。媽咪成日咁同我講。每一样产品都是老板娘亲自挑选的，所以每一次我都介绍很多朋友来这里看看她的产品。这里还有跟她算那个扑克牌，如果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东西呢，问题想要请教这个 Judy Kim 呢，你可以来问两件事情。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不能拿到一个答案呢，很好的答案呢，你都来请教他，他会跟你解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呼吁大家，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也可以过来这里坐坐看看谈谈，肯定你们收获不少的，在这里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非常谢谢朱莉呢，刚才为我们做出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自己本身是觉得这里真的是非常特别啊，因为这里除了卖神像以外，还有一些非常精致的艺术品，而且有一些风水用品啊，还有一些结婚用品等等。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都欢迎来到这里跟神明祈求，或者是找朱莉来占卜。那么这间店呢，其实就位于温武达妈的一楼，在沃森隔壁而已。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就记得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YouTube 的朋友呢，记得打开小铃铛。那如果你希望我们来拜访你的话，也记得联系我们的官方网站。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